主料：潮汕肉卷300克，洋葱200克。辅料：橄榄油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食材：潮汕肉卷和洋葱。将潮汕肉卷洗净，切片，将洋葱洗净切块，热油锅放入潮汕肉卷片，煎至双面金黄，捞起放入盘子里待用。原锅倒入适量的橄榄油，放入洋葱爆香，倒入适量的生抽炒匀，盖锅盖焖至洋葱出味，揭盖将潮汕肉卷回锅炒匀，捞起即可关火盛入盘子里，上桌后就可美美享用了。嘻嘻。烹饪技巧：潮汕肉卷本身带有咸味，不用再下任何调味料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